الحمد لله نحمده ونستعينه ونستغفره ونعوذ بالله من شرور أنفسنا وسيئات أعمالنا من يهده الله فلا مضل له ومن يضلل فلا هادي له أشهد أن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وحده لا شريك له وأشهد أن محمدا عبده ورسوله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على آله وأصحابه أجمعين أما بعد 首先我向尊敬的领导、评委以及在座的每一位穆斯林学者们致以我们伊斯兰教最崇高的问候 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伊斯兰教是维护和平与团结的宗教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平、团结、生存与发展已成为当今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而和平、团结是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只有在和平、安宁、相互团结长期稳定的和平的环境中人们才能够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和平是伊斯兰教的基本宗旨和最高的理想所以和平的意识已融进伊斯兰教义和穆斯林的生活之中清高的真主在尊贵的古兰经中说Bismillahirrahmanirrahim Inna dina inda lahi l'islam Sadaqallahu l'azim 的确真主所喜悦的宗教却是伊斯兰教又说 Ya ayyuhalladhina amanu dakhulu fi salam kaf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全体的入在和平的宗教里所谓和平包含了自由、公平及安全伊斯兰要求和平首要存于自身然后存于家庭、社会而最后存于国际间伊斯兰要求在造物主与人类以及人类与社会之间均需要和平的存在为了达到此目的伊斯兰要求由自身的和平发展着家庭、社会以及到全世界、全人类的和平所以要达到和平我们首先要把和平深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伊斯兰教在传播发展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方式与手段就是和平清高的真主在尊贵的古兰经中说 Bismillahirrahmanirrahim Wa ibadurrahmanil ladhina yamshuna ala al-ardi hawna Wa idha hatabahumul jahiluna Kalu salam Sadaqallahu l'azim至仁主的仆人在大地上谦虚而行时当与人以恶言伤害他们的时候他们说祝你们平安由此可想我们伊斯兰的出发点就是和平在穆斯林的生活中随时随处可见和平其中最为普遍的是 Salam Salam 我们的牧师阿莱斯拉姆说以掌握我生命的主启示你们欲进乐园必须信仰欲信仰必须互爱我只是你们一件事你们实行既能互爱就是传播 Salam 又说你们拜主施舍传播 Salam 以 Salam 而进入乐园穆斯林之间互致 Salam 实际上就加深了友谊 Salam 可以使互不相识的穆斯林沟通使穆斯林亲如一家亲如兄弟姐妹 Salam 可以化解穆斯林之间的分歧是有隔阂的穆斯林化怨恨为理解为宽容穆斯林只要以精神的指导并加以实践就一定会获得永久的和平清高的真主在古兰经中说 Bismillahirrahmanirrahim Wallahu yada'u ila daris salam Sadaqallahu l'azim 的确真主招人到和平的住宅众所周知天园共有八座其中的一座叫和平园圣地麦加的近寺有九十八道门其中最重要的一座叫和平门这些都说明了我们伊斯兰教主张和平穆斯林热爱和平世界需要和平而伊斯兰的最终的目的及最后的归宿仍是和平而且古兰经还告诫我们和平的进入乐园的先决条件之一
可见传播和平，实现人类大团结，实际上已经成为检验一个真假穆斯林的有效标尺。因此，穆斯林之间共祝安宁，祈祷和平，这是由衷的祝福，它体现了穆斯林博大的胸怀和高尚的情操。同时，通过这种形式传播友谊、倡导和平的伟大使命，如此一来，人人安宁，家家和睦，世界和平的美好前景就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让这个世界和平呢？回答很简单，团结。团结就是指社会群体为了完全共同的理想而联合起来。穆斯林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实践中，遵循经训教诲，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社会团结观点，指导自己在宗教活动和现实生活中完善自己的举止言行，以取悦于安拉，造福于人类社会。关于团结，历史记载，伊斯兰的团结观对中国人民起了不可估计的贡献，如立发、天方、医药、建筑等艺术便在中国扎下了根，目的是为了祖国的和平与团结。明末清初出现了一批伊斯兰学者，如王岱宇、张仲、马柱、刘介连等人，他们用儒家的思想阐明了伊斯兰维护和平团结的精神，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清除了隔阂，使伊斯兰在中国扎下了根，成了一个团结的民族。他以他万丈的光芒照亮了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祖国的和平与团结，繁华昌盛。在中国历史回回民族在民族优劣等级十分盛行的元朝，竟有多数穆斯林担任朝廷的重臣，这说明了什么？有些人又问了，他们又是如此获得辉煌的成就呢？答案只有一个，即先辈们忠于自己的信仰，致力于民族团结，献身于祖国经济的发展，为我们中华民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清高的真主要求我们要铭记历史教训，发扬伊斯兰教的光荣传统，来共同的创建安宁与和平的家园。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伊斯兰的团结观并非狭隘的、孤僻的、封建的，而是多方位、广泛与社会生活相联系的。作为中国的穆斯林，长期生活在多民族的环境中，加强与其他民族的团结，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忠于伊斯兰信仰，铭记历史教训，导语行善，为了民族的团结，为了国家的和平，为了我们宗教的昌盛，为了伊斯兰辉煌的明天，奋斗吧，穆斯林大众们！让我们在奋斗之中，更好地去履行我们的宗教功课。最后，祈求为。